Hello， 各位帅哥美女们，我又来喂鱼了吧？刚拿的蚯蚓啊，今天用蚯蚓用小抛干钓啊。这么久的蚯蚓开了一下，看一下凉了没有啊？寄了一个星期才到啊，包装的这么严实，不知道有没有戏。应该不会凉吧？哎，可以，不错啊，活蹦乱跳啊，可以可以，看吧，这种小蚯蚓够漂亮啊，活蹦乱跳的，很生猛啊，就它了，今天用蚯蚓钓应该不会空斤。这只小串钩啊，两个钩子的，小蚯蚓，挂一整条，绕着穿就可以了。这蚯蚓不错，够大，不像那种太小了。这种刚刚好啊，不大也不小。丢出我们希望的第一杆，我感觉应该安排个铃铛。没有铃铛，我感觉没有灵魂。接着来，接着舞，这么快就中了？中了吗？感觉好像中了哦，好快哦！哎呀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一二三。两三个杆子一起动，就不知道中不中鱼。哎，中了，中了，中了。都在这里动这些杆子，我都不知道抽哪个。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！哟，什么情况？双飞哦，一个小的，一个大的。肯定是挂到这个小的，然后再挂到这个黄骨鱼的。双飞啊，他肯定是想来吃这个小鱼，百分百的，这个黄骨鱼是想吃这个小鱼的，不用说了，肯定的。哇，好黄啊，好家伙，一条两条，两个都是正口。中了，不大，应该是个小的，小黄骨啊，又一个又一个，太小了这个，铃铛不停的响啊，嗡嗡嗡嗡嗡啊，呱呱呱呱鱼啊，哇哇鱼。中了，这个中了一条，线松了，我在这里换蚯蚓，他来搞个偷袭，应该也是黄骨鱼吧？对的，对的，对的，搞偷袭，有一个啊，妥妥的，还得是蚯蚓好玩一点啊，快准狠。又下雨了，下雨就不好玩了。这个杆子应该也没蚯蚓了，换一下。看吧，吃的光光光。想了几次不拉的话就没蚯蚓，很快。但是有时候也拉不过来，它一来都是一两个杆子一起来，都不知道拉哪一个，要么就不来。要么一来就几个杆子一块来，终于来一条了，但是也不大啊，这也是个小的，瓶口好一回的，
不怎么像黄骨鱼，还是黄骨鱼，不算小啊，中等中等的，又一个，这是下雨了不好玩了。嗯，还不中，我就不信了。中了，中了，有点给力，应该是个黄骨鱼。这个可以，这条可以啊。可是外面这里有口，这边没有口的。杆子往下面丢，这个吞钩了，难搞了。钩子吞了这个，做个核酸，做核酸呢、啊？张开嘴巴，赶紧的！呀，吃的挺深啊，兄弟！钓鱼人的精神啊，风雨无阻啊，越下越大了，这雨根本就没完没了了，下了快一个星期了哦。撤退啊撤退啊，顶不住啊，下雨又吹风，不吹风还好说，一吹风衣服湿完，东西都钱都湿了，说衣服了，反正现在没什么口啊，下雨下大雨之后就没口了，赶紧溜，他吹风实在是 hold 不住，衣服都湿透了，变得像冷死，我赶紧跑。看吧看吧，东西全都撕完了，湿透透啊，什么都撕完了，成功打窝啊，还不错啊，钓了两个多小时吧，六条鱼啊，比钓饵料靠谱一点，这两个太小了就放了啊，这两个太小，这几个拿回家煮了啊，处理正事啊，杀个鱼。先把它拍死，免得被它刺一下就贼疼了。刚刚洗完个澡啊，没办法，衣服淋湿完了。这天气烦得很，天天都是下雨，天天都是下雨，还要下几天呢？宰这个鱼很快的，一扣一拉，搞定一条，走你。饿了饿了，开吃啊，虽然有点少啊，但是也够吃了，日常操作偷吃了，贼香。现在能钓到鱼已经是不错的了，黄骨鱼的味道就是好吃，也有可能是我太饿了，一天一顿四条鱼，今天也没钓多久啊，就钓了两个多小时，好过那几天了，那几天钓半天，钓不到两条鱼，就是下雨，要是不下雨的话，今天我还能钓更多。
看天气预报说好像还要下几天的雨啊，真烦啊。再来一条，我自己两条就好了啊。再来一个大的，有点咸了，盐放多了，但是不咸，也不香，吃肉就得咸。两条鱼一碗饭，搞定了。